笑已经伴随着上海电视节走过了25年的岁月，岁月如歌，今天晚上在这个舞台上的歌声与微笑也将成为一段传奇，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。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第1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再次感谢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对于上海电视节的全程赞助，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、各位观众朋友，祝大家晚安，朋友们再见，再见。